지나고 해. 能不能 我帮你打听一人，你说，慕如夫人，这两年好，怎么，让你帮着打听打慕如家的消息，这么难？一点不难。慕如夫人的事儿，全九州的、长乐耳朵的人都知道。怎么了？她死了。 你逗我！哼，全九州的人都说他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杀了。哪个儿子？但这个消息是慕如大将军散布出来的，我知道一些实情。 是慕云生火烧关心阁的内应，慕如大将军追杀一个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慕如夫人护子，为了阻拦大将军出府，自伤于大将军面前，终于重伤不治。其实也不怪大将军狠心，那个慕如家的男孩劫走了未来的皇后，大将军担心皇帝疑心慕如家虽有反叛之心。 只能追击。慕如夫人可是葬在了慕如家坟里。陛下追封夫人忠信君，大将军在府中给夫人另外设了坟墓。其实是慕如大将军过不去心里的自责，受不了日日成排家务之时，坐在那里见到夫人的坟。 欠他个道歉，你还是不要去当。现在全九州都在缉捕你，要不是我的客栈校友根基没人敢来查访，你现在早就被慕如兄弟捉去剁成肉泥了。你别怪我，我不敢私自放你。你要知道，带你回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这背后的势力。 我一个小小的客栈掌柜得罪不起。明白，把衬衫吃了吧。 请你滚，也不行。你还要不要脸啊你？我好容易见到自己的儿子，舍不得。我不想见你啊。 很多个晚上，我都是那样跟着你的。可是我只能偷偷的跟着你。那天还是8月15，月亮特别的圆。你躲的那个破庙，屋顶是漏的，地板上的席子全都湿透。有大半年的时间，我做梦都会梦到。 我也没来吧。
你自己吧，金掌柜，你冒险了。虽然我不好意思直说，但你最好办完事还回来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去给他磕个头，磕完头我就回来。快点吧，趁着我现在还没后悔。 你这么聪明，竟然不懂得什么叫高兴的太早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保证你就记住了。哥哥，殿下已经开始，我马上就要熬出头了，你不能这样。王爷，听说王爷要回宛州，时机选的真好。 薛大人要办的大事儿，我想德儿已经为大人准备了一把好剑，人现在就在九州客栈里。何时动手？德儿自有安排。要快，不要等陛下翻了脸，到那时候，我们的脑袋掉在地下都捡不起来，王爷要的位置，呵呵呵。 也就没了。薛大人放心，德儿会留在天启，直到事情办成。天启城以后可不安全呐。是，不安全。可是又能怎么办呢？德儿留下，是为了让薛大人对我放心啊。亲骨肉啊！ 王爷，这是有舍有得呀。九州江山这么大一块饼，事成之后，王爷打算给我们分多少啊？<笑>没有谁分谁，大家都是互相仰仗。你帮我上去，我保你平安。 <咳>我不要王爷保护，端朝先祖和慕如天童同分天下，一段兄弟情深的佳话，九州男儿莫不神往。<笑>不如我和王爷也来这么一段，薛霍。 很想做未来的慕如氏。<笑>看来薛大人雄心不老啊，是想分兵权。王爷舍不得。父王，空谈无趣。德儿带个人来助兴，戴罪官妓南郭月离。 来为父王和薛太尉弹唱助兴。官妓，哎，抬起头来看看，真好看。听说南枯月离。 失踪了好多年，原来在世子这里呀。买个姑娘也算不得罪，这个薛太尉应该懂。年轻人有前途。
以后大人们有要事要议，都可以叫南宫月离过来作陪，唱曲儿。他也算是我的家奴，保证不会对外乱说谎。赏点金珠就行了，也不贵。还真有点像皇后，被世子独占了这么多年，真是可气可恨呢。德儿，月离姑娘投靠你，你却让她待客，她不生气吗？她不在乎。我问你，你在乎吗？请王爷替月离做主，我不愿意。起来。坐。我问你，你会唱什么？他很会唱《良人歌》，一首和心上人相逢的歌。重逢心上人，好，唱。是我，韩江。快点，你们松手！呀！何事深夜少警？三少主常拜祭夫人，一场入府门。他来了，太好了。少主，格杀无论。如见三少主，格杀无论。你们挡不住我。一人胆敢挑战木炉军队，狂妄！拔刀！拔刀！
辨阵之法，每一队一位一阵，需牢牢记在心中，万不可大意。每一百计为一队，一千计为一位，五千计为一阵，这便是辨阵之法。韩江已破木炉阵法。什么？他怎么会我木炉破阵法？我知道了，是慕如元教他的，是父亲让慕如元教他的。我央求父亲多年，就是不肯传授于我。二少主，请之怒，把你的人都调来。这只是对付三少主一人。谁是你三少主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慕如家没有这样的流氓，永远不会有。他更不配会我们的慕如破阵法。我要让他一身的血肉都烂在地上，我要让他灰飞烟灭。你听我的将令，调兵。他出去买东西了，很快就回来。你怎么不跑呢？我的爹，我跑到哪儿去？打死了我，你就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不说，我就拆了你的客栈。不想伤你。我想伤你，因为你害死了我娘。去跟他割个头，我欠他一样东西，得还。我替你还，用你的血来还。
如寒川，白白姓慕容，调这么多人来对付我一个，以后若上了战场，你一定是用属下的性命来铺垫自己的战功。你疯了！今儿不让你得逞，我甘愿搭上性命，让我还上我欠的东西。从此我们就陌路。你欠了什么？欠他一声娘。你不配！让我还上，任你怎么罚。任我罚？我任你罚。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资格喊我母亲？你是因为谁？你是因为谁害死了我娘？你们都给我听着！你们眼前这个人，他害死了母亲，侮辱了姓氏，背叛了家族，他为了什么？他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你还有脸活着？你还有脸自败？你还有脸指责别人？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是市井里长大的流氓、鸟人。像你这样的小人，只会偷奸耍滑，耍无赖，占便宜！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大义，根本就荣誉。没想到，想到我身上流着跟你一样的血，我就觉得耻辱。作为父母，我们扔了你。可是心里是深深的爱你的。将军，一定要杀了我们的儿子。一定。我是慕如硕的女人，我更是慕如寒江的母亲。
你还笨！私情，你真的认为你有资格喊我的母亲？别摆了！秦玉峰，你坏了我大师，你知道吗？进来。什么呀？我15岁到九州客栈做学徒，24岁出徒开始领薪金，然后就一直留在客栈。从那时起到现在，挣的所有金主都在这儿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拿着。一个小姑娘，身边多少要留点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一段时间。你所有的钱都给我，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为什么要对我好啊？不为什么。我知道为什么。你以为我南哭月里的名字入了剑籍的册子，金珠就能买？你也只是一个20来岁的小女孩，任何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都是想过好的生活的。你不是坏人，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有错，总是折磨自己。你上次说的对，能从一个学徒坐上九州客栈掌柜的位子，我也并非只是做了老好人。从前看不起你，其实是看不起我自己。趁你倒霉，连此间羞辱你，只是为了显得自己干净。得罪了。我
走了。好好照顾自己。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你就不用知道了。金珠拿走吧，我不要。不要跟我客气。我没有跟你客气，事太少了，这点金珠还不如我衣服上的两颗鲛人珠呢。快拿走！南枯月离的命是朝着天上去的，我就是为这个而生的。和格殿下开示了，他一定会来接我回去。到时候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你这点金珠，省省吧。人需要金珠的时候，金珠是好东西；人不需要金珠的时候，金珠只是累赘，是凉的，暖又有什么用？我不需要。人呢，小姐？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灰小姐，快到午时了。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再等等。何哥，何哥四年都没有出府了，今日入宫来看我，路上逛一逛也是应该的呀。欢呼！万岁！快！再三呼！万万岁！拜！众臣，平身，
哎，停停停停停！哎，落落落落。和哥殿下，和哥殿下，奴才已经寻找您多时了。皇后还令奴才给您备好了轿仪。我不要。殿下，您还是用吧，您用了，皇后心里会高兴的。跪下，跪下。要我现在在皇城里招摇，懂不懂事？懂不懂事？张队，我父皇此时在哪儿？殿下，皇后听说您要入宫探望皇后，已经高兴的吃不好睡不好。等您几天了，我让你停了。陛下在哪儿？陛下在寝宫。去见父皇，是这样免过险挫，穿旧衣裳好，还是穿回上朝的大衣裳，更显得尊敬？陛下不招，殿下不能去见。殿下如果，还是先去见见皇后，让皇后想办法带殿下去见陛下。我问你，我的衣裳穿对了没有？殿下穿对了，这样更显得您谦恭。不是谦恭，是认错的诚信。我想了一个晚上，就想给父皇留个好印象。看来我想对，想对。接着打，陛下未召，不得擅入。我不进去，我就在门前给父皇磕几个头。有劳二位了。臣慕云和歌知错了。